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的偶像舒塔即将血淋淋的让你们看到他的体重。现在请问一下，听到郭宝宝饼干感觉怎么样？不好说。你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比较轻吗？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的偶像舒塔即将血淋淋的让你们看到他的体重。哎，12.9，12.9。好健康哦！以后任何有布塔出现的影片，他的身上都要画着12.9。Yuna 跟 Ear 听到吗？以后布塔身上就一直有12.9在背上。就是画吐完还好吗？都没事了。啊，我想他会不会是用了那个吃苹果跟吃梨子？我们今天要看一下红白铁球，但是今天要看一下肾指数了，因为吃三氧化铁要对肾脏有一点代谢上的负担。我们稍微看一下指数上面的差距。好，跟今天是猪爸，他始终没有来品尝过乖宝宝的饼干。快点，乖宝宝饼干不在那里，那边是抽血的。他很顺的就是第一。他说水滴水滴。熟门熟路，熟门熟路。对啊，福利来，去吃东西，去吃，去吃东西，拜拜。男士很雀跃的跟我进来。你也要去是不是？我要吃东西。上手上那个看诊台你就怕了。真的吗？他上去了。吃东西。我上去。坐下。等一下。坐下。等一下。好棒，等等呢。不是，我跟你讲，这是胸杯，这个胸杯哈就是很重。真的，那胸杯拿掉就13公斤了。没有，我跟你说，那个毛哈，科技双层毛，那个毛哈剃掉之后就是12公斤。不能，你明明就没有吃，你为什么这样？地球小姐，她很尽责，当着地球小姐。那请问一下，第一次来医院感觉怎样？他目光在别的狗狗身上。他的。啊！那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乖宝宝饼干。你吃的好一点，我在昨天他整天在打我。去哪？他就玩。啊！他最休息，去哪去哪？走掉，走掉。他最休息，慢慢吃。好可爱哦，拍拍赞。玩完应该会在这边。所以要剖合成，合成画一个虚线。那个征求神人帮我修图。玩完都不知道，大家一起来医院玩喽。肠胃哦。玩完自己玩的最开心。现在请问一下，跟到乖宝宝饼干感觉怎么样？肛门夹稀疏啊。请问对于你的体重逼近13公斤有什么话要说？心慌失措，不好说。今天屋里做血检，上次肠胃拿5天，这次拿7天啦。上次的血检报告就是成绩很好，然后都有提升了，这样自己的红血球又多了。
今天就是在持续追踪，希望有在持续的变好。你先吃，再吃一块饼干庆祝一下。哦，真的吗？真的假的？主持人再说一次。我要问你，现在再吃一块饼干，因为我们要庆祝一下。庆祝！那为了庆祝婚礼，所以其他人没有了，没有意思。妈，好，我们看一下那边写解释，就是红血球就是有人维持住之外，还上升了一点。哦，太好了。嗯，因为其实当然我们就一直很担心，就是每次真的来验血前都是有一点像开奖一样，就是不知道到底接下来结果是什么。对。那现在目前上次红血球5.3万，今天5.6万。啊，嗯，它也在上升，所以血的浓度238.2变39.1。嗯，好，然后血红素是3.3变3.8。哦，太棒了。然后目前吃这个化疗药对身体的负担来说，可能还可以接受，只是它的确白血球稍微有点往下面掉一点点，6000-4600。嗯，然后下一次你们最低标准如果可以的话2000以上，所以如果下次真的还是再往下掉一点点的话，这个一定会跟化疗会有点关系。很简单，只要把化疗的间隔再拉长一点。我现在可能就变成是也许3天吃一次这样的程度，可是目前如果还可以维持，你就先维持现在吃。好，然后肾指数最近可能真的只要一胖上来，肉又吃太多了，肉又吃太多了啊啊！你看好不容易维持21，今天又变34，跳好多。嗯，所以它很快，只要你稍微限制一下饮食，它就会掉下来。好了，好，然后它的白蛋白也还可以维持住，这可能跟你的肝功能会有点关系，2.4。好，那但还是稍微低一点，跟之前更低，没到1.8左右，所以2.4其实是还 OK， 还可以接受。那今天要先讨论的事情是，下一次我们预计要做的事情是要扫一下超音波了。好，我们要追踪一下那个肝脏的部分，因为脾脏已经拿掉了，但就没有脾脏可以照。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因为肝脾跟肺脏这三个器官是血管肉瘤很容易会跑出去，然后后来之后才看到的地方。所以肝脏的部分我们要去扫一下，看一下质地上面的变化。那今天新讨论到的一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想想看的，但是对他来说不代表是一定是我们可以要去做的，因为我们之前会讲两种化疗的方式的原因是因为这两种是确定是在血管肉瘤上可能会使用的比较传统的方法，然后是确定可能至少是有效或是副作用已经比较广泛研究的。那还有一个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提到过的其实是标靶药，那就跟人的那个癌症一样，那个标靶，那只是对血管肉瘤来说没有专门针对血管肉瘤的标靶药。那现在在狗狗身上的标靶药基本上大概也很少见，大部分都会针对是肥大细胞瘤这个类型的肿瘤是可以吃的。那所以对他来说，我就先摆在心里面，就是这个对他来说，也许是未来也可能还是会拿出来可以讨论他在使用的方法。所以目前很厉害，好，就是很少见，还可以再回升的，就尽量努力啦。但是只是对于说化疗到底是能够控制到什么程度，那当然就是那时候讨论到的，也许我们的时间也许就是这么的短。那稍微长一点点的话，就当做它赚到了。它的话就是身上还是有这些，那个最近的量吗？对，量很多。最近的，我这边也有。我这个是霉菌吗？不是，霉菌的话很明显的会是整块的脱毛，然后比较不会像这样子的假皮问题。很多，后面到处都有。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没有想要让它继续吃其他的抗生素，的确可能没有像我们前面在做那个打点滴的时候可以加一些药，说对皮肤是比较好。会痒吗？它会，但没有到抓得很夸张。好爽。讲不讲？听不到，听不到。他放心，他不做丢脸的事。那比较像是那种小丘疹，然后整只那个破掉之后就变成一块，那个都是很单一颗，就像小青春痘这样子。只是通常都会是细菌性或是像湿疹一样的问题。在大概这些小丘疹，通常都是给一点点类固醇和抗生素有效。可是对他来说不能用，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吃消炎止痛药嘛。对。那那个药跟类固醇是完全禁止一起使用，会胃出血。最主要生活品质都很好，就是早吃早喝早睡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可以缓慢的一点点，比较温和的方法去做控制。对不起，对不起，没送。那就回头看一下。好了好了，没有了。然后，所以大致上，那其他的都还好。用其他的很 OK。好，那便秘颜色还是要持续注意一下，因为还是毕竟在吃消炎止痛药。好，这样子没问题，好不好？太好了，健康宝宝，有点胖而已。
又吃太多了，又吃太多了。他们两个都胖，他吃，他刚刚就是吃死。所以我哪胖呢？我俩在我想十四哦，对啊，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才12.8哎，而且上礼拜是13，上次来的时候，上次来看那个小指的时候是13.4，对啊，然后查超音波才12.5，我还想说要给他们吃少一点啊，结果两个都胖了，是我那个换肉率很好，对，妈妈不好，妈妈不好，回去要少吃一点啊，你也是，胡塔你也是，胡塔有什么事吗？今天？就是大概脸的问题，脸啊，就是发抖啦，这里有点发炎，对啊，眼睛会刺激眼皮啊，这些状况，对啊，就是跟八哥很像啦，还是爱吃东西，对啊，这真的就没有办法，这跟他的脸皮的那个皱褶有关系，所以我们只能就是想办法尽量轻，让他通风，就是每天把嘴巴打开轻这样子的程度，对啊。臭毒热闹，他来吃瓜宝宝饼干的，因为他还没来过，没来吃过，等一下再吃一颗。他也不瘦，他12，13，他的12.9，他的身材还 OK 啊，我觉得最胖的应该是乌娜。什么？乌娜是完全没腰，乌尼还有一点腰。他也有腰啊。对啊。所以乌娜最胖了。原来最胖的是乌娜，这段剪掉。剪掉。小心。红姐姐啊，紧张死了！每次都是紧张红姐姐。他是有史，现在目前是他记录以来最胖的一次。乌尼吗？对啊，乌尼，乌尼吧，乌娜也是啊。怎么会这样？回去弄少吃一点啊。好的 ，OK 啦。那姐姐在外面等我们一下，准备一下药。好，谢谢朱医师。不会，冲啊！妈妈含个泪，健康宝宝。只要是那个进去检查之前就会很紧张。啊，好消息，即将要手术后满4个月，我们会努力，希望可以突破。你怎么到？平均上的数据，你还可以很久很久。减肥。朱医师说你最胖，你看你太胖，长就没有力气，你会痛痛，是不是不可以胖胖？我在给你讲，像谁？像谁？这种个性像谁？你指谁？你指谁？你刚刚的食指指谁？你以为没有拍照就没关系？没关系，他都可以。Yuna， 你说他像谁？对他这种个性像谁？讲不停，东北腔。伊尔，陈伊尔，你觉得他这种个性像谁？你就把谁的脸放在那边。人家都不敢进去，人家要进卫生间都不敢。可是他是把妈妈不在了。不敢，后面这三个。对啊，他在跟别人认识啊。我的姐姐，你发现了。